各位正贵宾，范坤昂首飞翔，会员特点正式开始。大家午安，又是我主持了四年参观的活动的杨达廷，非常荣幸为各位长官、各位贵宾主持服务。春天来了，大家拿起活力好不好？可以吗？我喊范坤，你喊 Awesome 可以吗？可以吗？好 ，Are you ready now? OK， 范坤。给地掌声一下，谢谢你们，太棒了！感恩，我们准备好昂首飞翔了吗？但昂首飞翔之前，要好好来唱名今天的与会贵宾，总共有41位，我一个一个来点名。唱到名的贵宾，请您起立挥个手好吗？首先欢迎的是资通讯，台湾惠普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进社 Wendy 董事长及总经理，欢迎您。欢迎华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廖义翔系统事业总经理，欢迎您。欢迎美商英特尔亚太科技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叶昌辉销售总监。欢迎三星电子行动与资讯事业部陈启蒙总经理，欢迎您。欢迎荷兰商务联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家用事业部的台银杰总经理。欢迎台湾微软股份有限公司黄家燕资深业务经理。欢迎冠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谢恒志总经理，欢迎你来转个身，挥个手，谢谢。好，再来欢迎台湾三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刘德荣副总经理，欢迎。欢迎宏基游戏股份有限公司高如英副总经理。欢迎联强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林义峰副总经理，欢迎。欢迎展基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高念庄副总经理，欢迎。欢迎中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运处的钟义华副总经理，欢迎您。再来欢迎是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区李怡哲业务总监，欢迎在这边。欢迎宏基股份有限公司消费产品事业钟继荣业务经理，欢迎您。再来欢迎是广影电通股份有限公司量贩处的高资营处长，欢迎，哦，穿得好春天哦。再来欢迎是罗技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李鼎哲业务经理，欢迎，你好你好你好。接着欢迎是台湾爱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国伟业务经理，欢迎。欢迎台湾佳能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吴承瑞业务副理，以及联州国际有限公司林汉忠业务经理，欢迎您。好，才上到一半哦，还有生活家电的部分，欢迎生宝股份有限公司许金朝总经理，台湾惠而谷股份有限公司 Aaron Mellon 总经理，欢迎。欢迎台湾夏普股份有限公司张凯杰总经理，欢迎新世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刘元鹏总经理，欢迎台湾松下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家电总部曾俊凯副总经理，欢迎和联硕股份有限公司洪尧鹏总经理，耀金电子有限公司林耀石董事长，普济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区吉川信士总经理，欢迎台湾索尼股份有限公司陈仁光副总经理，台湾三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林俊元副总经理，和泰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张于金副总经理，哦，人气很旺耶。再来问一句，台湾日立冷气贩卖股份有限公司谢胜泰协理，台湾乐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LG 连锁量贩部方志宏协理，欢迎。
再来欢迎是嘉景科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飞利浦影音娱乐台湾区的游正川业务副总经理，欢迎你们啊，头衔好长哦，二十多个字。再来欢迎是建达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家电事业部李奇平资深协理，欢迎你。欢迎台上股份有限公司向应陈家宏协理。欢迎台湾三菱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陈黄龙部长，欢迎。再来欢迎是热力阿奇力克台湾家电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苏汉民副部长。晨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营运处的刘一荣处长，欢迎东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吴义章经理，欢迎旺德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的林丽珍协理，以及合作伙伴台新银行的两位资深协理，欢迎孟祥启以及杨子毅，欢迎你们，感谢前来。好，唱完名了，现在一开场就要带来非常惊喜的表演，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等一下你一定要拍下来，因为董事长要求很高规格，对于他们的高层长官们又记上了一个新的花招，所以等一下请大家准备好你的手机，一定要把它录下来，真的不能只有我看到，好不好？一定要把它录下来，多多分享。现在就请掌声欢迎疯狂麦克斯带来的精彩表演，欢迎。耶、yeah! ！好，给我一点尖叫声好吗？耶、yeah! yeah! ！先让麦克斯来炒热一下气氛了，各位。如果你看到我们在动，你也想动，也跟着我们一起动，好不好？好。嘿、hey! ，然后我们先来一点动感的，好吗？嘿、hey! ，因为今天天气有点热，好不好？嘿、hey! ，有没有觉得还蛮动感的呢？大家，有。嘿、hey! ，太棒了。哦，来了，我们往侧面走一下。今天我们要把场面炒热哈、哦。热。那麦克君只是先稍微呢开场跳了一下，精彩的在后面。嗨，看一下我们的表情好吗？是不是很有活力啊？是不是很有自信啊？哎，手借给我好吗？跟我一起拍拍手。哎。我们一起炒热今天的气氛，好不好？嘿 ，Queen Car， 这首歌很熟悉吧？跟着麦克斯一起舞动一下，嘿，哦，不错哦，我看到摄影师屁股都在动了哦，嘿，手借我，嘿，转到侧面，看一下我们的肢体好吗？是不是非常有活力？今天。Yeah. 哦，哎呦，慢慢转一圈，从头再次。我们第一次跟第二次跳的都会有一点不一样。Oh my god！ 你们猜哪边不一样？就是表情不一样。有没有？我很投入的。嘿 ，pose 给我。哎，别忘了哦，我们的自信。嘿。拍个手，再借我你们的双手，好不好？嘿，一起动起来，嘿，回看，摇起来喽，活力灿灿哦！今天一定要很有活力的，带大家动一动，好会摇，嘿，走近我，后，胸的推动，臀部的摆动，记得平常要多运动。可以跟着麦克斯一起跳广场舞好吗？我的亲爱的伙伴们呢？伙伴们 ，Everybody， 看最近舞台。哦，嘿，尖叫声在哪里啊？你们不够热情，我们不会跳哦。尖叫声，来，我们准备好。这首歌。你应该很熟悉吧，所有的在场的朋友，看看我们的活力灿坤带给你什么样的精彩的表演，起表，呜，这就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科目三啊，下，来，我们的力量呢非常足够哈，就像我们的马拉一样，很有力的，来，风火轮。Hey!
区，对不对？来，科目三，压低身体。哦，我们这些伙伴们，对，长官们都练了有一阵子喽。嘿，今天要展现给大家 ，Everybody， 我们往前走 ，Come on， 小小的，活力窜窜，昂首飞翔，来了来了来了。嘿，空调早鸟熊速退，今天买，明天装哦，今天买，明天装哦。嘿，空调速冻专家。就是灿坤了啊，要记得哦。呜，买三机家电到哪里？到灿坤。呜，嘿嘿嘿，风火轮来了，嘿。哎，现场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打拍子，打拍子。最后了，最后了，快快。耶。呜。Oh my god。我们是不是很有气势呢？嘿，准备往前走，来啊！嘿，跟着麦克斯一起动一动，活力十足，就像活力窜窜一样，昂首飞翔。嘿，再来哦！嘿，好累啊！空调早鸟熊速退，今天买，明天装。嘿，空调速冻专家就是窜窜。买三七家电到哪里？呜，来结束喽！掌声！尖叫声，尖叫声！相机，相机，继续拍！中间，中间拍一下！来，中间拍一下！来看一下左边的长官、贵宾，看看我们的秩序。好，左边，左边。哦，来中间。好，中间。来右边，右边。谢谢疯狂麦克斯以及灿坤的劲舞团，谢谢长官们，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麦克斯老师。哇，天哪！林继典董事长，您满意了吗？他在二楼那边偷看我们，爽不爽？你爽了吗？开心啊、哦！躲起来，默默在那边看，没有镜头拍到他，一在那边看，笑得合不拢嘴啊，过关啊、哦、，OK。哎，再次给参会的长官掌声和你好不好？十八般武艺，哎，不容易，谢谢你们练了一个月的时间哦。说一下，接下来有好消息要宣布，灿坤的空调安装服务团队正式更名叫做灿坤速冻专家，所以现在来欣赏一下灿坤速冻专家的精彩的全新广告片，请看影片。这种气吧，对对，过了一下，生活何必一直忍受？他真的是电，你好，生活何必一直忍受？老跑这么累，冲澡就热。灿坤全搞定，灿坤 VVIP 级尊荣安装，坚持55道工序，专业的空调安装，让你拥有空调的舒适体验。买空调到灿坤，给你 VVIP 级尊荣安装，熊速配，指定机型，今天买，明天装。是的，速冻专家就是要把凉感带到你家。现在热情掌声欢迎灿坤速冻专家小队登场。是的，请定位 VVIP 级尊荣安装贵宾领域只属于您，灿坤速冻专家值得您的信赖，空调熊速配，今天买明天装，超光速免费到府敞餐，疑难杂症都不怕，掌声谢谢速冻专家。四位帅哥看向中间的大会摄影师，哎，很多贵宾也要拍你们的，来，四位转一下这边哦。哎，来来，帅哥们，来这边这边，很多贵宾、长官、品牌都在想拍你们的风采，谢谢。再回到中间的一张，中间后方，还要露齿笑哦，代表我们专业、阳光的形象，谢谢谢谢。再来，请上道具。因为速冻专家每一次出场都有许多的配备，保证会给消费者完善细致的安装服务。哦，天哪，好性感啊！四位集中一点点，看向中间的摄影师。啊，这么帅的速冻专家，就只有在灿坤限定哦。谢谢。OK。
灿坤真的是太用心太贴心了哦，为了广大的灿坤的会员提供业界最高规格的服务品质，要买空调就是首选灿坤咯。接下来欣赏一下年度代言人阿基拉带来全新的广告片《昂首飞翔》，请看影片。我是阿基拉，我喜欢挑战这华为的工作。我在新加坡待了4年，常に自分自身を向上させています。便利な電化製品は私の仕事をより効率的にしてくれます。毎3週間で高山君海軍会員特別品品充電器在充電台满额送好礼空调新天买明天装。好，谢谢阿哥啊。接下来有请舞娘一号上台来介绍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种田的好康，欢迎灿坤行销策略部的黄梦慧 Molly 副理，有请舞娘。 Hello. 跳上来跳上来。哎，练了多久啊？哎，我做梦都在练。你看，然后都被吓醒。你看一下林先生，你刚刚说一下他有多辛苦。哎呦，我刚刚跟你讲，刚刚一个错了，怎么怎么会从头开始？我再跳一次，超时了。我刚刚想说可不可以再休息一下，毕竟那个年纪大了，想要怎么那么快就换我了。不会，你做得非常好。来，好好介绍一下你的优惠咯，来请。我跟你讲，我没有偶包，所以刚刚拍的影片大家都可以上传。好，还配个你。好，那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春季的会员特别昂首飞翔。其实呢，这一个会员特别其实就是我们的母亲节前哨战。在你要买母亲节的礼物，要送妈妈好礼，其实就在这时候选最好，最优惠、最便宜、回馈最多，在这个时候赶快抢。我们的银行伙伴、我们的品牌伙伴下杀再加码，然后再送券，再送K 币，哇，真的是非常的优惠。所以在这个四月开始，店价也上涨，我们真的要鼓励我们的民众去换新的东西、新的商品，因为它会节电，然后你的效率，包含我们的 AI 笔电效率提升了之后，用电就少了，而且 AI 它有一个功能，它就是节电。所以大家买资通讯、买二 C 商品，母亲节前哨战就要来我们的昂首飞翔会员特点。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揭晓我们的主题好康。好的，好，第一个 KB 抽很大。其实 KB 真的很好用，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去下载我们的 APP， 然后我们的 KB 就会在你这边，比如说你消费了笔电，消费了电视，其实它就会自动累积。你用 KB， 你就会非常清楚，用我们的 APP 非常的清楚，你现在剩多少，怎么用。然后呢，我们抽奖抽 KB， 就让你666来个手势，666啊。6666每天十名，然后我们加码免单，我最喜欢免单了，最高20000，免单真的很棒，很有那种感觉，就哇，我要来抽免单，太好了。所以我们有两个抽奖，天天抽，跟我们免单继续抽。好，再来就是我们好享受来电，这个是我们黄色蜂巢气胶隔热垫，很适合。虽然妈妈工作很辛苦，但是我们的工具道具都要给他准备好的，我们送一个这个隔热垫，然后呢，在我们的二 C 家电呢去买我们的厨电，配合是你的神队友，就会很棒，给妈妈一个慰劳哦。还有我们当然我们的美容商品啊，我们的按摩商品都很好的。好，当然在讲到 KB， 我们还特别请我们的品牌呢，如果你用 KB 结账，还可以再现省200。这四个品项都可以比优惠价再便宜200，你要用 KB 结账，所以我们是让 KB 的价值更高哦，1块钱等于放大了1元 KB 等于1块钱，同时你还可以再降200哦，这真的很好用，所以麻烦我们长官们等一下就可以下载，下次我这里要用那个 QR code 让大家马上扫。聪明，你扫了没？还没。Later。对，这个呢，我们的 APP 真的很好用。再来呢，好礼精彩送，我们1.68万、4.5万、9.5万、19.5万都有好礼。这些礼物呢，为了全家庭挑选，还有为了妈妈挑选都很好。妈妈平常追剧、煮菜的时候也可以追剧，用平板非常好用。所以当你在购置家里，在四月的时候换新家电的时候，同时还有满额礼可以兑换。
再来呢，就是我们的满30万跟50万一样，有4选1跟3选1。当然，我们的奢配斯会员，我们的尊荣的奢配斯会员，满30万，我们还会加码3000元 KB， 50万加码5000元 KB。那奢配斯会员呢，你只要当日30万就可以升级我们奢配斯会员，我们有24小时的顾问管家帮你，你在晚上。凌晨家电有问题的，其实你只要 call 我们的管家，我们管家会赶快帮你服务，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在你要成家结婚家里大改装都可以来选择我们灿坤，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会员优惠非常好。好，再来就是我们台新联名卡，在今年的3月呢，我们正式启动台新联名卡的一个新的联名卡的权益。我先讲新权益好了，我们平常在我们去年其实是假日是1%，其实现在是回馈100%，多一百倍，多100%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周末是2%，平日是1%。所以当你在消费的时候用我们台新灿坤联名卡，你就可以消费累积我们的 KB，然后你还可以换满额礼，你还可以换满额礼。另外呢，我们的台新灿坤联名卡，我们每个月都会推给客人一张 APP 专属券。那这一次呢，我们推给顾客是400元的专属券，满8000就可以用，非常的好用。然后这样整个回馈呢，其实它是我们三 C 家电的神卡，回到7%。不定期的回馈，其如果说你搭配了我们的满额礼，搭配了我们品牌推出的优惠，其实它折扣实在是10几20%都有，只是我们只有写7%是指它现在的金额而已。好，但是如果你去算，比如说等一下我们的采购长他会讲，那有的都下杀5折了，那都50几%了，所以其实台新灿坤联名卡非常好用。另外呢，现在新入会 Golden 赶快入会，可以抽8888，我等一下把单子给他。我有会员的啦，我拿到黑卡了，我拿给我的。消费好，我会满3000家电到灿坤，等一下带你去挂。好的。好，然后台新联名卡呢，一样还有 KB 的加码中啊，满3万、5万、8万、15万都还有，这分期的部分。不分期分期，其实我们都帮客人想好了，非常好用。好，再来我们的支付工具呢，我们感谢我们总共合作了12家银行，最高会回馈到10000块的 KB。另外呢，富朗28888可以折2000，然后新客6000可以折600，这个非常好用。Apple 买 Apple 也可以，买 Dyson 也可以。你只要用这个去折，马上折掉。所以这个我都推荐客人，就是买苹果最好用。你现折就2000，然后其实客人都会算得很精，他们都蛮厉害的，比我还厉害。悠游付，我们也谢谢悠游付，25000回馈1700，另外呢，2.5万还有1000，这个呢是我们的悠游付跟我们的台新灿坤联名卡。我们只要绑定和这个的结合真的非常棒，你用回馈1700，你用这个结，就是我们的悠游付，其实它是绑定我们的信用卡嘛，各家信用卡都可以，但是呢你绑定我们台新灿坤联名卡一样有2%优惠，所以你绑定的时候你用这个，你有1700跟2%，所以这是蛮好用的，我们的结合。非常感谢我们的悠游付跟台新银行，谢谢支持。然后还有台湾配最高回馈到12%，有一般银行的2%，跟我们的台湾银行的最高是10%。那谢谢我们的这些银行以及支付工具的伙伴，帮我们在满额礼，帮我们在商品的优惠之外呢，再加码这个银行的，其实非常优惠等等，大家可以研读我们的 DM 买什么，然后去算一下，非常好。再来呢，挑战我们低价，我们每一次会员特点都会推，4月12到4月16，我们这次的会员特点5天，所以5天非常强，你一定要
要来我们灿坤，4月12到4月16，每天有4样东西是最低价的。好，如果不是你就来找我，我会找我们老板，最低价。另外呢，我个人蛮喜欢这个。好，其实我们有卖帐篷的哦，其实三七家电很棒的，我们这个户外的用品都有，所以你电霸呀什么，其实你都可以在我们这里。为什么推荐它呢？四月开始春暖花开了，而且我觉得台湾露营的人很多，而且很喜欢露营，选择小帐篷可以来我们这，蛮好的。好，所以天气热啊，空气呀、啊，我们的荧幕啊，跟我们的台灯都相当适合，非常好，请大家一定要选购我们的战地架。好，讲了这么多呢，刚刚都是你可能买新品已经有那些优惠了，其实你如果家里已经旧了，就是拿来换，换的时候呢，你旧的还可以再折，像我们 MSI 这个，哇，如果你拿了相同的东西来折，都可以零元起，都可以零元不用哦。所以你们真的如果有满额礼，有平常的折扣，然后再加银行，其实你拿旧的，你的生产力也提升了，你的工作效率也提升了，然后老板就会给我加奖，所以来换这个好。所以我们旧换新其实推行了一年多，其实平常就有，但是我们旧换新这个的启动已经快一年，那成果丰硕。那我们也推跟顾客沟通环保绿能，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持续的推动我们的旧换新，有我们的商品优惠，有我们的银行优惠，有我们的满额礼，有我们的 K 币，再拿这个来换，哇，根本这样讲一讲好像不用钱就可以买一个东西。没有，就是要跟大家讲最优惠最多礼物就到我们灿坤，对吧？好，以上是我的今天我们会员特点母亲节前哨站的所有的活动。但当然二期跟一期的东西，它的商品等下由我们采购长讲，但是呢在这里呢，我有一个服务商品要来跟大家做推荐。因为呢我们买三星家电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服务商品里面给客人的售后服务，给客人的服务嘛，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邀请我们的灿坤最帅的特派员。哦，他是特派员吗？他最帅的是不是？没有你帅。嗯，要介绍他这个名字。好，来，我只要说，因为他是特派员，所以他刚刚也是速冻专家呢。现在要来介绍我们新的优惠商品，来，我们请我们凯欧掌声鼓励一下吧。他叫凯欧，他是最帅的哦。台湾的贵宾，还有各位长官，还有在线上收看的消费者，大家好。刚刚 Moni 说我比主持人差一点，我只是想要现场比赛，但是我今天没有，你很棒，但是我今天被赋予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是要来赋予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向大家介绍灿坤全新推出的服务性商品。那我想现在问一下在座各位，有没有那种天选之人？你就是特别的幸运，你的3C产品总是会在你的人为意外损坏的时候之外，突然间就受用，有吗？有吗？我看到好像有些默默的做出一些笑容，有吗？有没有？这些人我们俗称为3C杀手。哦，对，不过你是三号。好，我跟你讲，那你的福气来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商品就是针对这个痛点进行打击。那我们先进一段影片。好，在影片结束之后，我想要征求一位勇者，有没有愿意尝试一下来念念看我们这个全新的服务它的名称是什么，有吗？有掌声打，有掌声打，大家没有人吗？我的签名合照一张，等一下限定。好，没关系，我知道大家爱在心里口难开，我们请 Molly 挑战看看好不好？来，这个怎么念？波谷，丢，阿香是波谷的，各位台语讲未通，波谷就是保护的台语的意思。这项服务性商品的全名就叫做波谷 Plus 延长保护。它是针对手机以及平板商品所推出的延长保护服务，也就是说，灿坤是基于原厂所提供的一年保护服务，
再额外提供一年的延长保护。那么在这段服务的期间，第一年就会享有免费的一次收送服务，那么接下来第二年的延长保护就等同于原厂所提供的，那么同样还是会有免费的收送服务。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个收送服务呢？因为我想在座大家或多或少一定都还是有那种打电话给各个公司行号的客服专线的经验，应该有吧。通常这些电话都是最难打的，有时候比一些很夯的产品还要难打。就算我们真的成功打进去，做完这些询问啊咨询以后，还是要亲自去送检送修。这时候 Bobo Plus 它的优势就来了，因为我们只需要一通电话就会有专人到府收送，因此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啊生活步调非常忙碌的现代人，这个是我们第一亮点。再来，我们所配合的这些维修中心啊，都是经过原厂授权的，所以技术方面完全不需要担心，而且使用的零件也都是原厂的零件。那么大家可能会担心说，哎，假设我的延长服务已经过期了，那又出现问题怎么办？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所有维修的商品啊，还有零件，在经过维修之后，还是享有90天的保护服务，因此即便你延保过后了，也不用担心出现问题，保障更加一重。那么最后还有就是免费的电池更换，那么这个电池更换的条件呢，就等同于原厂所提供的这些标准，我们以他们的标准作为准则。好，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包括 Plus 呢？这个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之后各位在灿坤购买 3C 商品，比如说你的手机、平板等等，只要加购了包括 Plus， 就能对你的商品提供更多一层的保护。那么在场的嘉宾，还有各位长官，以及在收看的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这项服务商品呢有更进一步想要了解的地方，欢迎到门市洽询服务人员。我们呢都会秉持着三 A 四星的服务精神，提供最有温度的服务。那么期待与各位下一次的邂逅，谢谢，谢谢灿坤第一帅凯欧，感谢你。接下来欢迎的是舞王二号陈柏昌登场。他要介绍的是资通讯的精彩的报道，有请。各位媒体先进，各位品牌的伙伴，大家午安。刚才上来的时候，我们 HP 的董事长维尼学姐，他问我说：“你们怎么那么过动？才一个月不见，又来办活动？”其实我们在2月27，我们第一次举办了今年是 AI 元年，我们举办了 AI PC 的大会师。也因为各位品牌伙伴的协助，我们在3月份 AIPC Logo 跟去年同期比，我们成长2位数以上。那这个时间点，我们为什么要再来开启一个 AI 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整个 AI 贯穿了，将是我们今年最热的热点。其实现在记者会正在开始，我也正在用我的 AI 手机在录音。整个录音的过程，在我整个会议之后，我会就可以直接转成文字档，转成文字档还会帮我分段落，还会帮我写出重点，我会后可以分享给所有的媒体记者的先进。其实这都是各位在工作上具体提升效能第一个最直接的可视化的帮助。第二个，我们在出国的时候它的语音的翻译，第三个，像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照片，那这个照片或看到一个商品，我把它拍下来，我想知道它是什么品牌、什么价格。那对媒体的先进朋友们来说，你看到了一个很像是情报资讯，你把它圈起来，放到 AI 手机或到整个搜寻里面，它就帮你看人事、实地物，甚至有可能你会发现你所没有意料到的整个的产业 insider 的资讯，就会出现在这一个神奇的 AI 搜寻当中。那对于我们电竞的使用者来说，其实有一个 AI 的 PC， 它搭载了14代 HX 的 CPU 的部分，它会让你在瞬间不是你被秒杀，就是别人秒杀你。在这种情况，你要搭配光追整个高的4060、4070、4090到4090的显卡，那甚至于在新年度，我们这边所有的 AI PC 都必须搭载了 Copilot 键。这个都是真的 AI 的 ready。 那对我们所有的媒体先生，包含我们后面的整个的摄影记者，所有的照片你生成之后生成图档，甚至于对我们2C家电业的各位前辈的长官们，
你通过 AI 可以让所属单位的人，不管是在工业设计、行销各方面来讲，一个时间可以产生多张的效果，而且品质都还不错。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几个重点商品的部分。在整个 AIPC 今年度，我们在会招期间，我们推荐是搭载 Core Ultra 7，就是我们的 Intel 的以 NPU 为主的整个的就 15H Core Ultra 7的一个 CPU 的部分，它搭载了 32G 的记忆体，硬碟是 1TB 的 SSD， 然后它本身是 OLED 面板沉浸式的体验。会招的价格直接下杀5000到33900，这一台是全新，而且是Copilot真正的 AIPC。 那会招期间，如果在我们搭配US3C 这边的旧换新的部分，最高折抵可以是0元就可以带走。第二款是在我们对于文书以及商务的使用者来讲，市占率最高的 VivoBook 的部分，那搭载是13代 i7U， 就是低功耗的那个 CPU 的部分，那它是180度的开合，军规的认证，2年的保固，2年的完美保固。这个的部分在我们会招期间之间挑战市场最低价24900，再加赠整个背包及笔电价的赠品，市价高达2000元。第三款的部分在我们纯正的电竞选手，搭载4060的显卡，140瓦的满血，真满血。这个部分是搭载12代 i7H 最高效能的 CPU 的部分，那会招期间直接下砍15000，直接下砍15000，然后再送2年保固包包跟滑鼠，整个的价格34900。在所有智通讯的商品，如果我们搭配灿坤台信的联名卡，无脑回馈2%。另外，如果你搭配的是拥有付的部分，满25000，我们可以再回馈现折1700。那搭配富拉的话，28888，可以再现折2000，一折再折。好，在 AIPC 今年库克即将在6月 WWDC 的开发者大会，就要正式宣布整个 iOS 的升级，就是所谓的 AI 的 iOS。那在之前，在 MacBook Air M2 版的部分，这一台在 PC Home Momo， 我刚才上台前查，它还标31000块的价格，灿坤直接下杀3000，符合教育价的资格再砍3000，哦，等于是这一台在灿坤学生以及今年刚录取的繁星的学子们，就可以用26900取得 MacBook Air M2 版，就是。贾博士之前在发表 MBA 的时候，从牛皮纸袋拿出来的 MBA 的机款。然后在整个刚才我提到过的所谓的 AI 的手机的部分，我现在所讲的正在我的录音当中，会转成文字稿，会生成所有的大纲，还有所有相关的整个搜寻的部分。那在三星的 S24。整个 AI 手机系列的部分，那价格是27900。在刊物购买的时候，我们送全市场最大的大礼包，包含了 Fit 3的健康手环，那包含了我们 Buds 2 Pro 2的一个耳机，或者是 Buds FE 的耳机，那再加上原厂拥有付的1200的回馈，整体来灿坤买 S24 的AI 手机，我们的回馈超过13000，买空机到灿坤，不要再迷信你的资费，因为那资费吃到饱的折扣都是你的资费，都是你口袋的钱。好，在 iPhone Pro 256G 的部分，也是上台前 PC Momo 的部分还在38066的价格，灿坤会招我们直接下砍37572，我们再送1280的保贴，挑战市场最低价。在笔电跟在笔电之外，那在桌机跟萤幕的部分，宏基桌上型的桌机，好，那是13代 i5 的这个笔电的桌机的那个CPU 的部分，搭载24型的萤幕，会招期间下杀9900，
在惠州的五天，我们再把24型的荧幕升级到27型，升级到27型，也就是说，你27型的荧幕再加上13代 i5 的这个桌机的 CPU 的部分，只要20900。对于企业客户，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讲是非常适用。然后在另外在 ASUS 的桌机跟 MSI 的经典的电竞的桌机的部分，我们都下杀5000到6600。好，在萤幕的部分，在127型的100赫兹的显示器的部分，我们会招期间直接下砍到2688。然后 ASUS 的护眼的电竞也有86折的优惠，三星灿坤的独家。27型，然后整个客曲面的液晶显示器，原价官方地价在5390，会招期间免4000，直接下杀66折到3990。然后在 M324型100赫兹曲面屏幕的部分，会招期间直接下杀76折。那在印表机的 GFK 的四大天王，包含了无线相片连工、WiFi 的连工复合机。以及我们 Brava 的双面传真机，那以及 Canon 这个整个的相片的复合机的部分，那我们在会召期间最热销的包含了 HP 我们这个无线相片连工机，以及 Epson 的 WiFi 这两个主要的主推的品牌，市占率最高的双天王。那另外包含 Brava 跟 Canon 的部分，我们在会召期间那加购一个墨水的话95折，那分别有不同的好礼。那在 Epson 的部分，还有灿坤独家的第3年的延保。好，在整个现在关于资讯安全的问题层出不穷，被骇客、被勒索，所以所谓的治安就是国安的问题。那在整个灿坤里面，我们全馆的加价购，在 PC Ceiling 的两年份的部分，只要990。在 B Defender 的部分，那全馆加购也只要到299。所有的大家都在期待今年，包括5月20，包括6月18，微软发表新一代的 Copilot 之后的 M365 Copilot 的部分，灿坤先准备，先帮所有消费者准备起来。官网一年的价格是2190，灿坤下杀到只要999的加价购，一次购买3套，我们再送Kindle 的小喇叭。好。地震过后，美光宣布整个D-RAM上涨20%，上涨20%。这些地震过后最大的消息都会改变整个供表的成本结构。那参观这边，我们在 Seagate 这边，包含 Seagate 提供了资料救援的服务。这边的部分，在 1TB 的部分价格下杀到1699，5TB 的部分下杀到3799。把最重要、最个人、最重要的资料部分，不一定要到云端，会有被害的风险。你把它存在你离线的一个设备部分。那今天中午的便当，时尚便当是120块，但是我们32G 的随身硬碟以及 A1 32G 记忆卡，我们100油罩只要99。这部分对大家的随身办公来讲，真的是佛系的价格哦。99块，而且是广影电通知名的 SP 品牌。现在包括整个 AI 的家电，包括 AI 的 PC、AI 的手机，其实都已经是 WiFi 61跟 WiFi 7 Ready 的一个网通的这个的一个整个做的一个标准规范。那在 TP-Link 的部分，我们 WiFi 61三频的 Router， 那我们会召期间下杀到3888。那整个电竞周边的部分，包含 Predator、Acer 的有线电竞的键盘，我们旧换新500油罩。然后在 Predator 7.1升道的有线电竞耳麦，直接下砍1000，只要999。那像有线电竞滑鼠部分，599入手。好，那在市场上知名度高、市占率高的罗技，这边的无线蓝牙键盘滑鼠以及 MK295 无线静音滑鼠组的部分，最低只要799。那整个沉浸式，把个人式的沉浸式荧幕体验，在 Edifier 这边，那两件式蓝牙喇叭，木质的箱体，整个音质非常的纯透。这个的部分，会招价格2500油罩。那在旧换新可新式的38，旧换新的价格会招2290。那整个旅游出国必备的时候，那其实另外对我们来讲，对上班族来讲，办公室摆一个
整个碳化钾的宽松器，那旅行背包也摆一个，就不用把原厂充电机子背跟举重一样。那在碳系的部分，快充组会召期间388油兆，那30瓦的快充也只要439。那10000毫安培这边的一个补充的行动电源的部分，那最低在 SD 国营电通的部分，那这个只要也是500油兆，只要499。这些都是我们在旅行出外的时候，这个都是秒杀的商品。我们常常说 ，Work Smart 跟 Play Hard 在整个游戏机部分，我们在家用游戏机 PS5 的部分，参观的独家旧换新，我们在线折1000。那加购子弟的游戏店990起，那整个游戏店大概都在1500到1990左右。那我们参观独家再送 PS4 游戏片、手机的挂绳组跟购物袋部分。那 Switch 惊奇的同温组 OLED 的蓝光主机，灿坤也做了优惠，独家的价格11788，再送一个保护贴以及马里奥兄弟的周边的赠品。好，在健康穿戴的部分，那三星的 Fit 3，见我们学生的部分有教育价7折，那全馆指定商品的价格可以加价购也只要990，原价是2680。你跟其他的手机商品搭配价都只要990。那在穿戴的健康表的部分 ，Watch 6 40mm 的表面的部分，那我们价格下杀6990，LTE 版的部分也只要8990。好，那在追剧的平板的部分，三星 S6 Lite 的部分，从64G 的 WiFi 一直到64G 的 LTE 版、128G 的 WiFi 的部分。灿坤这边我们都提供了原厂的记忆卡以及多角度的一个保护壳跟亮面的保护贴，赠品的价格高达2859。好，那在追剧的平板，另外在入门款的部分，包含了 Acer P10 的部分，会召期间价格下杀到5990。Lenovo N10 第三代的平板电脑，从8490会召一路谈到4490，直接降4000，然后再送皮套跟保护贴。好，最后 ，Apple 在今天上午的11点发出 email 正式通知 ，MBA 的 M3 版即日台湾这边已经通过了 NCC。N3 的部分是16核心的神经网络，那也是库克嘴中自己说出来，这是 Apple 最 AI 的笔电。三坤从今天开始正式做预购，市价35900起，灿坤独家送笔电包、保护贴，这个市价都23800。另外跟各位也补充，因为它定价是在35900以上，所以来灿坤，你刷富拉啊，你就办富拉的付款，你直接可以现折2000。你选择优柔富搭配台新联名卡，你可以回馈1700。刷台新联名卡，如果是在周六的话，再回馈2%的 KB。所以买三 C 家电到灿坤，所有的 AI。就是要真实的体验，真实的体验才能符合你的需要。以上是今天资通讯的介绍，谢谢大家。谢谢陈国聪彩绘长。好，最后呢，欢迎是灿坤生活家电事业部的李荣森彩绘长，分享的是生活家电的爆款商品，欢迎你，谢谢。好，我最敬爱的品牌厂商、媒体记者及我们最敬爱的会员朋友，下午好。还是要自我介绍一下，每一次上台要把我名字介绍给大家认识，都是父母亲的交代。我姓李，叫关宝龙，生年生，灿坤2C生活家电事业部的采购长。哦，那今天我们特别要介绍什么叫 AI。当然家电是很 AI， 什么样的家电是最 AI？ 就是买到回家赶快装好，马上吹就是 AI。好，也感谢品牌厂商的来我们这边参与我们这次的记者会哦。那为什么？就是你们来了，天气变好了，变热了，也感谢大家让我有机会开始卖空调。首先进入主题，第一个感谢洗手，特别要给我价格，当然要下杀一下啊。原本说，不要低于2万，当然要低于2万啊，18500块，要多送什么？
从单人送遥控器变冷暖，再送好好礼。然后他说不能讲，一定要讲，因为我们徐总来特别第一张，要特别感谢徐总哦，支持我们空调。跟大家讲，今年的空调四月份绝对让大家一定要准备好什么车子，不管你是卡车哦、机车或是货车，一定让你的证明载不完。为什么？我会介绍空调、冰箱。电视绝对让你的赠品，一台修理车不够没关系，我们有物流单位可以把你送到家哦。首先推的第一台就是这个森宝，业界最便宜、功能最多、送最多的森宝的单人空调，送遥控器变冷暖空调，第一台。好，为什么这么多？这是我们所有的品牌厂商所有的赠品，在此谢谢感谢。但是呢，我们这边有什么？灿坤评估现场免费评估。哦，送东西都在这里，灿坤就是把你东西送到我家，送最多空调。好，进入空调要怎样？不瞒大家哦，我们在连续下去，我回南部，在嘉义 38.7， 我光在外面晒伤了一个小时，为什么？要扫墓，这个整个都晒伤了。所以呢，我们推出14寸 DC 扇1088，哦，得力风根一样哦，准备了1500台。那说卖光了怎么样？我们在厂商卖光，我们准备很多的风扇，让我们会员顾客来买哦。所以这台14寸，不用担心，我们森宝朋友、奇美朋友等一下会接到的。好，你看，又要下杀500块，你看14寸、16寸要下杀，感谢森宝哦。再来，奇美呢，我们总经理说，我来怎么会没有促销？有，在这里8寸的加价购。促销哦，直降都在这里哦。感谢各位，不用担心，一个一个解答。如果没有讲到的，我再帮你补充。好，我们戴森哦，戴森一样哦。从空调、风扇，当然要所谓的手持啊，轻量干湿的全能的手机，最新的，我们要直降做15888，送这么多的赠品哦，再降体验价先进券。我们让大家哦，针对Dyson有些活动，一样实现给会员顾客。来，我们感谢我们石潮科技这边，我们领导来哈，我要偷偷掏降价一下。他说这个价格市场4月8号开卖，参观多少？36888。他说你可以偷讲，可以支援，但我们是可以偷偷降，现金折价接1000块。哦，你们都没有听到对不对？这个价格，然后。倒霉事，他结账的时候可以再扣1000哦。这你都不知道，这是我们加码的哦。感谢哈、哦。那当然，这些好礼、物礼2选1都有，不用担心，我们帮你拿走哦。感谢林董，石头 S 八 Max V Ultra 哦，最新的4月8发表的哦，我们直降。来，我们现在时尚问题重视的是保鲜保冷，我们感谢 Panasonic。这业界600公升以上卖最好的四门冰箱是谁？陪他送你这一台。他说：“哎、啊，我们这已经卖那么好了，为什么降那么多？就是要降很多，让我们会员顾客感受到台湾制造陪他送你的四门冰箱。除了以外，灿坤加码好礼3选1，他们独家活动，然后一个礼物就是我们加码的，不能讲。他说讲了，这个业界会说灿坤送太多了。为什么从空调、冰箱，你看？”你买了一台空调，买了冰箱，送了5、6样，车子载不下。对，好，再来，我们日立的副部长说，看到送你有，那我们日立呢？我们的进口原装冰箱，直降1489，再送好礼3选1哦。日本原装的 Hitachi 我们冰箱一样直降，我、哦、做促销，来。这里哦，我耽误大家几秒钟，我再次感谢为我们台湾区总经理哦，特别这一台，他这一批4月20号之前进300台，他都把我说，灿坤独家独卖到这300台，后面会进来是4月底，哦，这一台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以前在洗衣机说是按电源启动，哦，不好意思，这一台一键启动按了它就可以洗了。哦，这是业界唯一一台一键启动的，然后还有一种意思说，这是市场最低价的。我偷偷告诉你，还是要再降1219再送赠品，你们都没有听到。哦，这是我们所有门市的价值，好不好？感谢安利总经理17公斤的
便民洗衣机。好，有冰箱、洗衣机，还有来洗碗机。过去，哦，直降429，哦，直降429。那好礼二选一，再送，哦，扫地机器人，送很多哦。好，当然冰箱看，第二期满36000送这个，满85000再送哦，洗碗机再送哦，所有东西都是满的赠品，折扣。好，来到我们厨房这里，从下面 IH 独家的活动，大同也是独创的哦，还有森宝都有。来这里，国际的组合是它的微波炉加果汁机，原价10180，我们直降组合价7888，再送好礼哦，再送好礼，有没有？看起来这台是很新，大同的年纪比较大哦，看起来红色这是我们小时候的哦。买这个只做469，再送这个金马559的电锅收纳盒，大同电锅。来，当然有大同电锅，煮东西要什么？需要的是电子锅，有 IH 电锅、微电电锅。IH 电锅怎样？平躺的米饭用 IH 把它煮了，变站起来。我们 IH 电锅的六人份、十人份。还有微电脑的六人份、十人份，我们都有促销。这边的价格哦，直接直降给我们顾客。来，还再次感谢迪朗奇，全世界市占率第一名的迪朗奇。灿坤在卖咖啡机的时候，哦，这台真的直降，在这个时候限量买来，48000降到37900。我们享有就是你买了3年的金冠的咖啡豆，这台机器送给你。每个月我们把咖啡都寄到你家哦。这一台是今年花苗新款的哦，现在做37000的低量级的咖啡机哦。这边还在送相应1.5的快煮炉，这里面全部优惠给我们会顾客。好，有好的咖啡机，当然需要好的水。微信，我们的顺德型的净饮机做9900，有咖啡机，有咖啡机再来。为什么要讲到电视？我们经过这一次地震，有些人比较有钱的住到比较高楼的，有的人在地震区的哦，花莲、宜兰、双北。跟大家讲，三星说，我原本459已经卖很好了，5600台卖到现在，你还剩下100台做39900，不好意思，就是剩下100台。哦，不瞒大家，就是这个价格 ，4K Play 62399。好，下一台是什么？当然，配上送你啊！有三星配上鞋要促销啊，从369降到30900，27900。你觉得我可能要价格吗？不可能，26490，再送。配上送你活动，你看这边都在促销。还有谁呢？当然，我们帮谢宇说 LG 怎么可以？其实这台我跟你说，这个在一个礼拜以前还没地震之前卖多少？259。结果我们那个采购经理说，当然要挺量 LG 啊，我们直接降5000，21900，就是这个价格，这是30000多块的价值的，我们直接降，限量真的是250台。好，当然我们飞利浦的副总来，你们都65、55，我70可以吧？我们直接打5折一下，25999，120台。没有了，因为这次地震之后，真的数量就是这些，这是给会员顾客的时候所使用。好，有电视在剧院，我们 BOSS 第一天做209再送 BOSS 的，哦，蓝牙那个真无线耳机。来，在飞利浦一样，我们飞利浦电视2599，剧院19900，微型剧院，让你的声音。灯光声音的效果更好，我是飞利浦的5.1声道。来，我特别介绍这个哦，你们看是促销4990，为什么要限折400？买千折百，等于说这个价格多少？4590。为什么两只？不管你是夫妻，不管是男女朋友或是好朋友都可以买哦。这个是我们推荐的欧乐 V 哦，电动牙刷。好，再来国际牌的吹风机。有听众说，当然偷安美容一样好，国际版烂眼的全椅子促销4280、4288，再送赠品。来，我们每一次促销都要灯泡哦，灯泡的
包含我们的六折任选四颗。不好意思啊、哦，这个价格为什么这样子？连美汤说卖119，不好意思，台灯没有降到1000块，配套送礼怎么会降到台灯呢？所有人我们直接促销999块。好，那为什么要打叉？其实这个价格啊，在一点的时候是没有打叉的。那为了让市场最低价，我就要求采购说，一打三六零这两款打叉，直接让门市降价。这个价格看起来怎么可以看到三呢？这个不是我要的哦。啊，这个价格看到七也不是我们要的哦。所以呢，价格的话我会公告给门市。好，大通的好朋友，延长线两条999，一条999太贵了，我要买两条，买一送一。好，最后我们需要大家用电话，虽然我们现在都用手机，电话还是要促销第一名的配套双礼跟摩托啊。好，在此谢谢大家，我们这次会员特点生活二期生活家里准备所有东西，让所有顾客好好的 discount， 好好买购，谢谢大家，谢谢。以上就是今天2024看坤昂首飞翔的会员特点，4月12到4月16日，赶紧把握时间了。那在此祝各位春风得意了哦，清凉一下，谢谢各位，下次见，拜拜。收工，我们进去吹冷气吧，好热，对不对？谢谢。走，请，感恩感恩，下次见。